即使我们人回不去，我们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。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，出发。我看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拉那个舱门，当时舱门丝毫不动。我说地面很容易做到的事情，为什么舱门拉不开？如果门打不开，那我肯定就出不去。我要是出不去，神舟七号的飞行任务就没有完成。证明我们来到了太空，当时展示红旗，就是面，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